宝宝，宝宝，爸爸的鞋子好玩不？啊，臭不臭？妈，臭不臭？喂，你哦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快点回来，妈妈打屁屁了，地上脏不脏？你去你爸爸那去，去你爸爸，滚！我们去找爸爸好吧？爸爸呢？爸爸手里有糖果，你看。问在小南城，哎哎，这个组的，回，早上没把地扫上了，烂死的。不是，我现在已经收上了。我都不知道，我啥叫给地扫？我都不知道我娶你回来干嘛？吃米饭吗？你就急了，没熬了就回去。你看，早上先放了个锦衣卫，下一个。能安好的，我们俩小能安。今天辛苦你了，宝宝。差点给他吃了。疼，真棒，奥利给！你少那么多啊？奥利妹，奥利给，我一点都不奥利给，你知道吗？不跟你学的吗？看到了。我跟你说，宝宝学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累得跟狗一样，你知道吧？你妈老是狗的，我不能你讲骂自己，听见没？我会生气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旺。前两天不是刚做完手术嘛，所以这两天一直都在家休养。做手术这个位置啊，特别的尴尬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所以我只能每天这样。哎呦我的妈！没办法，受罪啊！如果要是平时啊，我早已经坐在那屋玩游戏了。但是呢，坐时间太长，我腰也受不了。而且每次换纱布的时候，实在是太疼了。不仅如此啊，每天还要经受着我媳妇无情的嘲笑啊。嗯。你每天不是这样的，你是这样的。你才讲的这里，我以为你怎么猥琐的，你不是喊着吗？你个，想不想那个？你们家老家了，隔壁老不老啊？他不敢想，他小他我敢开他。你抽筋了，老一喊可以的，你。哦，不是。给老远喝一人了，哎呦疼，哎呀老婆快，你给我等着啊，乖乖快扶起来，你给我等着，哎呦等你一个拿每天的了，装不是嫌弃我就是生小孩的时候样子难看吗？你现在好看，哎呦好嘞，不要学了，不要学了，不要带坏现在细胞的学能力很强，那就俺们有点丑的嘞，要不要去那个？不用，隔一天。急着彩虹的，你看见没？就舍得。舍得也没有办法。儿子，来对着他，对着爸爸，对着爸爸来。好。哦，去乖乖。真的，大家太无聊了，关键还有一个女人天天欺负你、欺压你，无情的嘲笑你。是两个人欺负我。乖啊。我的好男人是一个小肿瘤，叔叔，你不要嘲笑，然后有点跟男的争赢好不好？你这样嘲笑我很没面子。你这样打我，你舒服？舒服。那是后遗症。你才是后遗症呢。你废了。我不是老不老啊，听懂没？一想到你就浑身颤抖那种。滚！你变了。哎，打不倒。哎，打不倒。哎。咱现在睡觉干净的，然后直立。哦，宝宝睡觉吧，宝宝。